那现在的话呢是乌切娃对上群欢。哎哎，还挺好玩的，好恶心人哦，就这样玩。我们看一看双方第一把会选什么样的地图。我有那个梗图啊，说什么舰长我出去一趟就回来，什么舰长哦，什么说，然后什么舰长我出去一趟就回来，然后他妈他那个舰长拿了个婚纱服，我脱给他，他拿婚纱服然后就走了，是吧？那个梗图，不是我今晚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对着那个屌图，我今晚不回来。我看到的全是谁？龙舟人，还是霹雳啊？哎，霹雳啊，李猴子啊。乌总还是要 PT 啊？赤红猪在，你看赤红的表情。赤红那个表情是，你他妈给老子好好表现啊！可以，哎，比赛正式开始，哎，选择了一个任天村。这图其实他选了一个小图。小毒好像压缩一下空间啊，压缩道具空间，是吗？那你现在鞭子长呢？来，那在那闪电鞭啊，人家拿的可是人家闪电鞭来的，你的空间。来，就一个鞭怎么长？又没个实在丢到，啊，没事没事，哇，这个鞭子，这闪电鞭，哇，这个鞭子还有这种操作，甩那个，哇，好强啊，怎么回事？鞭两边，哎呀，有力啊，鞭没有力啊，等于轰炸，哎呦，这两个轰炸打到了，第三个轰炸打到了，哎呦，哎呦，这里可以接，可以接上鼻了。怎么？哎呀，追呀！哪个翻滚？啊、哎呦，哎呀 ，smash 的前踢也行。对，哎呀，他想上 S， 空投死不了。哎呀，一斧头，两斧头，抓抓他！哎呀，你在干什么？我慌了，这还有这什么？还有这种操作是不是？好的一个空后可以换到阿成，哎呀，那个是什么？赶紧一个喷火切龟，可以戴耳机啊。左边是乌总，是乌总啊，左边。哎，他们都没到空炸，对啊。我操，我们那我们更不能扣群了，不能操纵比赛了已经。李寻欢可能大家对他很比较的陌生，李寻欢一般不会出现在微信群，一般都是活跃在 QQ 群，而他的 QQ 群的 tag 叫做再也不玩大乱斗，再也不玩大乱斗。然后现在参加了比赛，非常的魔幻，好吧，一切都显得很魔幻。然后这个他的 tag 叫做再也不玩大乱斗，然后他天天都发个，天天都有人玩吗？有人玩吗？天天都，哎呀，这要切回来了。他的才叫做已经不想玩大乱斗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嘛。然后他天天晚上都发个群，哎、发个宝号出来。好像痕迹没打到，这一斧头，五边、两边、三边、四边，闪电边。啊，上到了 smash， 哎呀，又要 smash 了。但是前头也死了。啊，也可以，也行吧。前头没有，哎呦，这里是盘到了，不然应该能切到那个 S 啊。我觉得前头哪个下角色就他妈厉害，没错，哎，对，吹。好，这一个十字架，第二个，哦，还不能正常上板的，对，一个正常上板，问题很大。这个火不能正常上板。问题是我跟乌总打的时候。他的李希特也是抓人家服务上的，好啊，对呀，他自己天天把那个角色当玩具，他总不能不当真吧？你们这个叫医者不能自医啊！看双方第二把会选哪里？第二把看会选什么样的图？选了个卡洛斯，那不是厕所之家吗？没有厕所还是要看 bathroom and toilet。
小姐就要选大招出去穿过道具拳。但其实这个主的乌切完之后也可以接受，因为其他两个角色击杀都还是有意义的。还行，好，那看一下这一把乌总能不能有些好好表现。他还是选择 PT， 还是选择 PT。他中路还是要。好，二连偏 T， 三连空中偏 T。我喜欢往脸上闪会打之后。确实。这是个坏习惯，不能要往脸上闪。对，还是着急。哦，这个盾。那如果配合一个斧头就。对，一个上 B 打回来，这个他有点着急，我觉得这套连段可以继续追风上。他可能认为想赶紧拿一个收益吧，或者接空前把他打飞出去。这个龟壳好猛哦，好硬哦。对，这个龟壳打没有伤害的，打在龟壳上面。啊？是什么？我这个斧头，我操！会沙发会这样呢？不够还原，不仅不够那个啥，还原关键的衣服也不够。确实。大乱斗我不 boys angels。哎呀，这里危险！盾啊，转身出盾。乌总平时转身头不少呀，可能出来这个。啊，被压到死了呀，这个距离。一直被压距离，哎呦，他最喜欢的距离。哎呀，这个下 S 挂板太久了。主要是乌总最大问题是击杀不好，他这个就缺了一手击杀吗？可以下去试一试，因为这个角色可以追场外，对，追场外，但是场外没那么好啊，切个 PT 回场，对，这里应该追了，这里切个草出来追，他可能怕死，他现在，啊，这也怕死啊，还有19也怕死，他一这都怕死。哎呀，哦，哇塞，哎呀。下地下踢，一抓，还是不敢追吗？哎呀，我松懈了，吓死了！他挂到没动，他往下拉了，锁链取消，封上，锁链取消，生命取消。哎，这里一个灯墙啊！哎，能回，但是被抢招了。怎么办？这满屏都很健康。这空啊，很痛啊！再来一个空前，哇！闪电鞭，这就是。我来打一鞭啊！这就是下一个交锋的3秒，我来给你打一鞭。